我这屋子小一点，你们要不嫌弃啊，小，你要不嫌弃，你们进屋看看啊。没事，我去，没事，就跟您聊了。就是您这有多少平米？一共加起来，方个几子本的是吧？是27吧，20多。二十多。你们进去看一眼，有什么呀？没事，待会儿先跟您聊聊啊。先跟您聊。进去看看啊。我说实话啊，反正我就觉得您这花钱弄的就。这个咱们就这么说啊，首先呢，居住环境，外表改善，让大家都舒服，对吧？你内部呢，你干干净净、利利索索的，你自己住着舒服。对，花点钱，你这看着很舒服的。对，你看啊，这我把这棚子给收回来啊。哟，好，电动的。我给你们俩拿水，走吧。不，您真别管，您别客，我们这儿拿着水呢，我真不给，真不水，你先听。真有。有时候那扫马路过来我都给。别，大家互相尊重。要不看看，来吧，看看大叔这屋。来，方便吗？哎，没人不方便，就我一个人。来，我都给你把灯开开，小一点啊，小一点。哎，没事。哎呦，啊，小一点，真地道，稍微小一点。来，小子。哎，小一点，稍微小一点。这真棒哎！我去，来，两个宝贝儿，一人一个。真是谢谢您俩，真是。哎，谢谢您。谢谢。哎，就您这院儿，你说您这屋，哎呀，一般。真不错，这个顶子是我自己设计的，看看。好家伙，就是小一点，老百姓嘛，那你怎么办？您这，我感觉您这是这不是说小一点的问题了，这就乱点了，这是卫生间和厕所。不，我自己来了个壁画，我清明上河图。嘿，好家伙，就您这个，哎呦，咋，你别，哎呦，不，您这家里那什么，这您这真棒哎，就这么个劲儿。好家伙，您这真地道人，这简直有老北京的味儿没有？这太棒了！您这个，这是我跟您这么说啊啊，我们拍了这么多胡同，您这个啊，拔头粉就老百姓里拔头粉，真的，我不蒙你，常来。我们哪天这儿支上，咱们烤肉。哎呦，那太好了，就门口一支。这样吧，哪天咱们约一下，我开车拉你们走。想坐路虎坐路虎，想坐大奔坐大奔。我还有一个宅子，在良乡，喂，我自己盖的，1300，哇，1300平，对，哎呦，然后呢，每层是每层的风格，每间房是每间房的风格，有中式的，有美式的，有欧式的，然后还有法式的，家具也都是跟着哪个屋子的那个情况，我来弄的。大爷，那您年轻的时候您是做什么的呀？我年轻的时候啊，我跟你说啊，我16岁，当知青，30岁回北京，然后我在环卫局掏果皮箱、搓垃圾、抽大粪、搓渣土，是人间最累的活我都干够了。您下过乡？下过乡，而且呢，媳妇儿是当地的，我只有带着孩子我自己回来。那日子怎么说呢？的确是苦，的确是不行。你看你们月台楼的我那些战友们，人家过的日子都好极了，滋儿咋的。可是到今天，不是这个了，就是这个了。唯独我，一天到晚的开着豪车满处玩，因为呢，我年轻的时候，我积累了我今后的发展，